是，第一个就是说话太大声了，就我的粉丝应该都知道，就是我很讨厌吵，但是他有时候就很喜欢大喊大叫，这是我觉得最，就是他的所有缺点里面我最不能忍受的，很大声哦，一就是个。他喜欢大喊大叫。有的地方，那你还让我大声点呢？你这人怎么这么双标啊？平时的时候让别人小声点，人家小声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发出点声音啊？你看这人多双标呀，现在的人。第二个我就觉得缺点真的很认真。对，第二个我觉得他就是偷走了我的心，什么呀？这个算什么？就是我觉得他喜欢偷东 西，好他偷开走了车。我的心，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缺点。就是他不在的时候，我都郁郁寡欢。我昨天直播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就很不开心，就大家都看出我不开心。继续。哎，第三个我想不出你有什么缺点，宝宝，怎么办？没事，你说嘛。你可以说，就随便说点就行第三个可能就是不太爱洗，什么？不太爱洗澡了。是想说？哦，风评被害。因为可能成都那边比较缺水吧，但是他来厦门以后，我们这边靠海的，所以他就是我都有督促他洗澡什么但是我这个我必须要澄清一下，就是死不爱洗澡，洗澡非彼不爱洗澡。就是如果平时我自己我还是很爱洗澡，就是每天会洗完澡，然后睡觉会躺着舒服一点。他指的洗澡就是有特定方式的洗澡，所以我不爱洗澡。他指的是，对。不是也不是特定方式我不爱洗澡，只是他要做某特定事情的时候非得逼着我洗澡，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不想洗澡，我就想直接躺着睡了，他就非得让我你洗个澡，我就这方面不喜欢。然后第四个就是他很嗯。喜欢控制我的花销，就是比如说我买个游戏的皮肤，我都要经过他的同意。哦，第这五个个，那然能后理你觉解，得这是缺点？对我来说能是理解，缺点。对你来说这是缺点？不是不是，也不算缺点，缺点呢又带点优点。好，第五跟你讲，你自己讲一个吧。第五个，我觉得我的缺点就是，长得太好看了。啊，第五个，我觉得我缺点就是，哎呀，算了吧，我讲不出来，我觉得我没有 缺他点。觉得他没有缺点，不然你说一个他的缺点吧。我说啊。对呀、啊。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缺点啊，你不要 不吓用人吓得家，口吃 什么呀？哦，那没事啦，那对，那就四个四可以个，了，四个好可以，的，好的，好好吗的，？OK，啊，好好，那我走了，拜好，拜拜，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不遵医嘱。